教练好。系安全带。好了，教练，我们走吧。走吧。哎，怎么走？打火呀。哦，打。哎，不对，教练，不是应该先挂档吗？怎么先打火呀？打火。啥呀你？我说你都学这么长时间了，一直往前拧，使劲点。教练，你看我不是在扭吗？哎，你看着了，着了。走吧。哦，走。哎，教练，我这怎么加油门他不走呢？挂档了没有啊？不挂档怎么走啊？哦，对对对，挂档挂档。笨死了。啊，我这不是紧张吗？哎，教练，怎么挂上档了，这车还是不走啊？手刹松了没？啊，还要送手刹？你就是猪脑子！你说人家狗蛋，你这一个月就拿本了；你再说人家崽崽，人家都上高速了。你看看你，现在连车都开不走，你这都练了4年了。哎呀，老婆，你别那么大的火呀！叫什么老婆呀？现在是上班期间，我告诉你啊。这上班期间在外面，你可别叫我老婆，丢死人了，让别人听到我这么笨的老公，我怎么见人啊？哎呀，老婆，那你好好说话嘛，你这样太凶了。你还叫？行了行了，你赶紧回家，回头再好好教训你。哎，那老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